好久没来钓鱼了，然后今天来钓一下。前几天在那个纯野河那边钓，因为纯野河大鱼比较少嘛，所以用的是 1.2 的子线，然后 2.0 的主线，结果碰到一条大鱼，直接把我线拉断了，差点杆子都干断了。所以这边的话，它属于说半野钓的状态，就是它底层的鱼的话是不喂养的，主要是放胖头在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两根杆子全部加试手绳，期待一下。中了！哎呀，我去！还以为什么大鱼呢，结果是一个小鱼崽子。一个小三条吧，一飘了，哎呦，打晚了，打晚了，刚刚在收这个绳子，这个，哎，如果及时打的话，绝对能干上，因为没什么鱼口嘛，所以我准备把这收一收，可能要撤了，我要收竿的时候它就吃东西，好在这是正儿八经钓的时候，钓的高一些，这鱼也太可恶了。哎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哎哎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卯上的，卯上的呀，还不是正口，哎，它跑了，还在，中了，哎哎呀，小家伙啊，让他走吧，来，再跑，往鱼竿这个方向，还来，哎呦，哦，这个餐条可以，哎呀，这个翘紧了，哎呦，又跑了，哦，哇、哦，哎呦，这还有个大家伙呢，这什么鱼？哼，卯到了，黄尾吧。还是黄尾，哎，鲫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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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让它跑了，哎，这个可以炖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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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虽然是卯到了，但是可以炖汤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的问号？呀，哎呀，卯到了啊！不过我看啊，这不是本鲫，然后这个重量的话，我看啊，差不多也就四两多，撑死五两。它又到窝子里面钻了，哎呦，这样的话我的窝子废掉了啊，这个窝子估计废掉了。我这今天这等了几个小时了呀，等了三个多小时。终于能过一把手瘾了，哎哎哎，上来上来，大兄弟啊，这边还不能拉，我这杆子太软了，这边还有树它挡住了，好，哎呦哎，刚刚还表现得很颓废，现在他又发力，看来我只能慢慢溜啊，哇，我怕我这杆子被干断了。这个是拉饵钓的啊，刚拉饵干上来了，哎，呛水呛水呛水，哦，搭桥的那个钩子掉了，哎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站着，这样站着根本不行，这样站着把它拉不上来，哎，上来，都上来，千万别着，哦，这一个树杈。好，好的。